啊，咁我哋而家去睇个中旅集团嘅一个楼盘啦，即系我哋珠海好出名嘅海泉湾，咁咧系一个度假盘嚟嘅。咁我哋而家现时去咧，就呢条路咧，整得非常之靓。咁路边啲绿化咧，非常之好啦，同埋种满晒啲木棉花。季节嗰阵时咧，而家都有好靓嘅红色嘅。咁前边咧就我哋嘅海泉湾一个牌坊嚟噶啦。咁陣間咧，大家帶你睇睇我哋入邊嘅配套。咁我哋海泉灣咧，出到去咧就海邊，咁入喺呢度住嘅話咧，係非常之舒服。平時啊，浸下温泉啊，係啊，打下球。海边散下步非常舒服。咁而家咧就入到我哋嘅海泉湾啦，咁睇下个招牌啦，有国际酒店啦，系海洋温泉神秘岛梦幻剧场，同埋啲海泉湾公寓啦。咁平时咧游客好多。咁而家入去，咁我哋嘅神秘岛咧，就系、是。有啲音樂嘅，即係嗰啲節目喺度嘅。Hello， 大家好，我係安仔，今日帶大家睇個珠海度假盤海泉灣。咁我哋嘅發展商係中旅集團，咁我哋喺香港上市嘅。咁我哋項目有香港直達巴士啦，咁我哋起點咧就我哋呢個項目呢度，終點咧就香港市區。咁我哋项目咧配备咗一个海洋温泉啦，同埋神秘岛主题乐园，同埋我哋嘅无边界泳池，同埋我哋而家整紧嘅一个骑马俱乐部。咁如果成为我哋嘅业主咧，浸温泉只需要30蚊。咁而家视频呢个咧就我哋嘅天王星酒店。咁喺我哋中旅海泉湾置业咧，衣食住行都完完全全配备咗业主优先嘅权利。平时饭后休息在我们这个整个度假区里面已经满足了你平时要去的地方。那我们左前方呢就我们现在卖的项目。那我们的项目呢有些单位可以看到我们的海景，所以非常之正的。那稍后带你看看我们的示范单位。大家好，我是美居地产小陈。今天介绍一个珠海的度假盘海边洋房，看看环境。我们这个地产开发商是港中旅集团开发的香港上市公司。我们环境非常之优雅靓。我们现在来到呢我们的小区的环境。啊，摄影师，你行一转楼梯俾大家睇一睇，咁阵间咧，我哋会上阳板间睇噶啦。咁我而家睇睇900尺嘅单位，尺价1200，呢个咧系两房单位。入到嚟咧，做咗一个鞋柜嘅设计，平时放下包、放下其他嘢，非常之方便。系啦，摄影师跟我过嚟。咁我哋入到呢个大厅咧，咁呢个位置咧可以放一张。电视即系电视机啊，同埋啲乜嘢都 OK 嘅。咁我哋呢个横厅设计非常之大气方便。咁我哋出下我哋嘅阳台，阳台咧非常之靓。啊，睇我哋嘅阳台，阳台都非常大，大概有7米阔嘅长度。我哋睇下呢个位置，呢个位置咧可以做个洗衣机嘅位置，平时可以摆下。啲洗衣液之類嘅嘢，睇睇我哋嘅環境，非常之 beautiful。咁我哋而家睇睇我哋嘅衞生，廚房，廚房做咗 L 型設計，廚房3件套都係有嘅。我哋嘅衞生間，攝影師你入去，
做了干湿分离的设计。我们看看这个房，因为这个户型只有两个房，这个房都非常大的。我们现在看看，因为这个房是只有两，这个户型只有两间房，再看看这一间非常大，采光非常舒服。我们这个鞋柜，这个衣柜呢，这个衣柜呢是做了一个60公分阔的，所以放东西呢已经很够放的了，到时可以按照这个设计来做。 OK， 麻烦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带你看一套别墅，320万180平，设计为四房两厅两卫的单位。入到来呢做了一门，这个入户呢可以做一个鞋柜。OK， let's go， 我哋入厅呢度。咁我哋呢个厅咧做咗环厅嘅设计咧，非常之大。呢个调高咧差唔多有成5米高，系啦呢个调高。咁你感受我哋呢个花园啊，哇！有钱人嘅生活真系朴实无华。咁我哋呢个花园咧，平时可以种下花，可以挖个养鱼池都 OK 嘅。OK， 咁我哋而家睇睇我哋嘅厨房。我呢个厨房咧都算好大噶啦，做咗个长形嘅设计，咁你可以放个双门嘅雪柜。Hello， 而家我哋睇一睇我哋嘅卫生间，嗱，摄影师你入去得噶啦，嗱，做咗干湿分离嘅卫生间。咁我哋而家睇睇我哋呢一个房系一楼嘅房，呢个系长辈房啦，因为方便啲，系啦。方便啲長輩出出入入住呢度非常舒服。加落一落地庫，負一層。咁呢個户型咧，一共有三層嘅，而家落負一層。嗱，咁我哋而家落到負一啦。呢個位置咧，做咗一個電影室都 OK， 電影室平時睇下戲好舒服。咁呢個位置咧，唔驚會暗嘅，可以做個，因為佢有個天井、採光井，即係唔會話負一就會好暗。係啊，會通下風嘅。咁我哋而家呢个位置咧，可以做一个酒柜都 OK 嘅，比较实用，因为呢个户型180平。咁我哋呢个空间咧，可以做一个桑拿嘅桑拿室都 OK 嘅，你睇自己设计。咁呢一间房咧，如果请有人咧，俾个工人住都 OK， 负一楼，因为佢唔会暗。呢度仲有个采光井嘅呢个位置，系啦，阵间我哋会上三楼睇。OK， 我哋而家嚟到二楼嘅位置，二楼两间房，两间房。咁我哋右手边呢个咧可以做一间房，出边系有一个阳台嘅，摄影师过去睇一睇，系啦。嗱，可以睇到海景。咁我哋重头戏喺呢度，入到嚟咧可以做一个 U 型嘅衣柜设计。睇睇我哋主人房呢、這个卫生间做咗干湿分离嘅设计。咁我哋呢个主人房咧好大嘅，可以放一张2米阔嘅床都得，采光非常好。咁以上咧就係今次嘅介紹，多謝大家觀看。